耳机帅气。欢迎各位赛车手们登场。主选赵小棠、安琪、谢可寅、玉言、吕佳琪、于书欣、刘雨欣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赛车手 THE9。我汪思龙玩游戏就是要认真。那就真正的男人，男人就这样子了。哇，我们原来不是各自为队的吗？怎么现在他们抱团了？就是最开始不要得罪别人，得罪完了之后，你看人抱不起来，这么带劲。等待你们能砸到我，算我输。老师们，平安。啊！哇！哇！砸到了！我这30年一直不知道什么叫疼。哎呀，那今天我们俩就让你疼一疼。我之所以选择玉言和赵小棠的中间，是因为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巴掌痛还是我的大腿痛。哇，刘雨欣太是服我。终于来了，世纪之战。一哦啊呀呀！来派出第三轮出战的车手吧。第三轮了，我真的看不下去赵小棠这个毒唇了，我好想把他帮他逼毒，你知道吗？你没事吧，小棠？你没事吧？怎么还闹叫呢？这儿啊，这怎么了？他说我中了蛇毒，给我吸毒呢。好，请沈凌领航员发动攻击。开始接球的时候到了。天哪！我相信我是很幸运的，我不会砸中预言。应该吧？来了，我的第一发水球。3、2、1，发射！哎呀！哎，没有中。哎呀，可惜，差点就砸到刘雨欣了。差点砸中刘雨欣吗？就是这个力气。对，稍微往这边一点。哎，这个是话筒，哎，你跟他去说呀。对对啊，稍微往这边一点。对，砸到的就是刘雨欣。砸刘雨欣，你刚刚那个位置往这边一点就刘雨欣。刘什么雨欣？咱们是一队的。对，派一个代表放一个狠话。我之所以选择玉言和赵小棠的中间，是因为我倒要看看是他们的巴掌痛还是我的大腿痛。今天就算我的大腿被拍碎了，我都不会吭一声。我这只手是断掌。我刚才吃了一片止疼药，现在起作用了，我是绝对不会感觉到疼的。来，3、2、1，紧张不？好，出了。好，准备。我砸死你了！谁给你死机？我脚下的是谁啊 ？Hello, it's me.想办法想到这只裤子，预言想办法。安琪好棒，我都要哭了，加油预言，最后10秒，加油，安琪好棒。